来着？这样的吗？有点。觉得有点不够像。里面肯定是这样吧。我会把你抱起来，我再扬起来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了。你可得看好这小媳妇，她刚才寻不到你啊，眼泪都急着出来了。对了，两个才是这个角度，哇！小狗真的好，好奇怪呀！哈哈。也不知道你每天傻乐什么呢，跟个傻子似的。这个有点太发自内心了，注意一下仪态嘛。啊，注意一下，整天甩什么手？我待会儿仪态好的要死。我看你说什么，我就看你怎么说。你整天傻乐什么呢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注意点仪态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那又怎么样？行了，到时候你就跟我去搬尿岛。我不跟你去搬尿岛，为何要跟你去搬尿岛？我就待在大泽山睡我的懒觉。兄弟，替我谢谢师兄。喂，哎，你就不能轻点吗？你想疼死我呀？来，头发捋到后面。好，头发整个弄好。我还刻意的。额头上。喂，你不能轻点吧？你要疼死我呀。OK， 好。那你，你就是这么跟我一条心的。偶尔看一下不是看，亏我还有，你是真心对我好，结果如何驯化我的主人？破镜摔，摔出去。哎，来，好吧。卖萌法、激将法，还有催眠术。你就是这么对我一条心的吗？我不痛了，我错了。亏我还有，要不是你先立他又来了，我有的找想这种办法吗？你还嫌弃我了？战力差，脾气又坏。好，你说出实话。离婚吧。分手。阿英去夺门而出。
真这么演啊？太刺激了！没想到这年头还能演变态的戏。哎偏了。哎。好，我帮你专注一点啊。来，没错，怎么了？你看不下去了是吗？眼睛都闭起来了。好，来。完了，因为这一部是有加分的，很好。我们给他配个音，咻咻咻！哎呦喂！然后又起飞了。别跳湖里了，他好像掉河里了。老师，你学了吗？学了啊。来检查一下。咻咻！哎，好 ，easy。我也学了。检查一下。哒哒，回手。推开。然后，爸爸啊，这时候突然一道雷，呼，对着他来了，哎呼，打他！啊，好像被救了，他身上就破。雷来了。
不就是缘起的吗？惊喜是什么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惊喜不断。